而家都好頭啦，都未有重新復合啦，而家咪都已經係好厭啊！對啲新聞，梗係厭啦，我聽到都厭啦，直頭唔使問我，係啦，唔使答啫嘛。係啊，因為其實呢樣嘢真係幾難，幾難俾發展一個新嘅戀情更難。不過我就覺得大家可能冇咩嘢寫去寫啫，咁但係再咁寫咧，就應該冇人會再夠膽追我噶啦，係啦，咁所以都可以唔使再寫啦。你有冇男仔介紹俾小明？大把啦，真係。不過喺邊啊？我驚，我唔想亂咁介紹，即係我想介紹啲真係好嘅。嗱，每一個都係咁講嘅，我啲朋友都係話唔想亂咁介紹，係啦，但係到而家都冇人介紹。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咁嘅需要嘅，都可以話我知嘅。有陣時候都要調劑一下都要嘅，係啦，係啦。啊，之前都話你係一個收收埋埋，即係佢哋啊啲感情都唔同，你已經第二個。我是的，如果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比較，因為我要自己處理好我自己的情緒，我才可以如果我會跟我的朋友說的時候，我已經處理好我的情緒了，那我未處理好我就需要自己去收埋的，因為我會崩潰的，是的，所以他那時候我知道他拍的時候，他很想很想去幫我，但是我都沒有，但有他和 Ben 在這裡的時候，我其實在那個環境我是已經覺得很有安全感的，那確實在那段時間拍這套劇是在一個非常之不好的狀態下去拍的，那我都真的很想多謝所有的演員啦、阿 Ben 啦，包括所有幕後，因為那時候的情緒起落實在太大，我可能發了很多不應該發的脾氣啊，我可能我其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樣，但是經一事長一智，自己我覺得學懂了一件事，以後有同類型發生的時候，我會懂得怎樣去處理咯。